咪第一次唱你首新歌《默默》？係啊，今日係第一次現場唱《默默》呢首歌。我好想同 fans 互動，但我好想專心唱歌，所以我揀選我好好唱完首歌俾大家聽，因為起碼即係叫第一次唱嘛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去聽嘅時候係投入首歌去聽，係啊。其實我知佢哋識背，佢哋識唱嘅成首歌，係咯。我好想聽佢哋，但我都係用心去唱好首歌，因為始終第一次，有啲人可能叫做新歌冇乜點樣去聽，希望喺現場聽嘅時候，現場聽特別好聽噶嘛。咁所以咧就希望好好地去完成呢首歌。同埋你頭先跳唱嗰 part， 跳唱覺得練咗幾耐，同埋辛唔辛苦？跳唱就其實兩三個禮拜嘅，因為其實跳唱嗰 part 咧好感激，就係因為之前我做過 musical 啦，咁其實有哥哥嘅歌喺裡面係擺咗喺個 show 度，但係都有改動噶，特登叫排舞老師咧去幫我再有啲動作啊係改過啊，同埋係再勁少少啦。好好嘅鍛鍊，好開心可以做跳唱。呢個其實是我的夢想嚟㗎，做跳唱歌手。所以今天呢個演唱會喺呢個舞台上可以跳唱，我非常開心。